喂，大家好啊，咁我就系、是、我系 Anson 啦，咁我就系负责呢个 channel 嘅红猪白激战系。咁今日就想试用下呢、這个屈机队啊，系知属性过之大嘅威力。咁我啱啱 DK 咗，我相信都系必杀嘅攻可以有几强系啦。咁我会揾咩嚟试刀咧？就系揾呢个。超三天使梦嘅 Super 二，希望我打赢啦。近排同大家讲我系初战，系啊，因为近排抽到呢个天使悟空，系，所以就的起心肝要去擦徽章。本身都唔谂住擦，但系而家就要啦。系喎，话俾大家我点解会打呢度？因为难正啊，其实好多人都问。咁我就因为佢一张六空间嘅平民卡，咁系非常之屈机嘅，系。因为佢30%以下可以回满血啦，同埋可以有气绝嘅作用，系啦。同埋30%以下咧系可以加200% up 噶，系屈机嘅呢张。唔可以棄絕啦，所以我打呢張，即使屬性唔啱我都要打。係啦，咁其實都冇乜特別嘅，都係打啲爆發嘅啫。如果棄絕咗就輕鬆得多啦。我覺得冇乜機會可以棄絕到，因為機率唔高，係。几痛，系痛死啦！系啊，哇瞬间移动嘅鬼鬼讲，好型啊！你知唔？系，其实我想俾大家睇下啫，悟空 JR。咁其实点解只悟空 JR 咧系真系咁系仲未 DK 嘅咧？系因为。即係其實我係空間唔夠嘅，係啦，我擺唔到DK 我嗰張啦，所以就擺依張係啦。因為我而家唔係太高咧，係努力咁刷緊咩噶啦。哇！正，真係好爽！呢只係天使悟空超二，係咪？都係技術喎。真系开威嚟试刀嘅啫，出唔出到边啊？呢个位唔落，出唔到，出唔到啊！我而家应该点做？咁样，咁样我会唔会出到？我试下咁样先。出到，我觉得佢唔会打死我，所以我唔出到佢，系啦，太有信心啦，我觉得我会秒佢，同埋话晒都吓死我，呢只我嗰只定队友嗰只，如果我嗰只我系有会心嘅性格，所以会心加黑术一定好痛。都痛，好似咬痕咁样打我，咩事？真系好严重。哇，正，秒，拜拜。呢个就系我揾天使悟空试刀嘅原因，系啦。系喎，讲翻悟空 JR 先啦。其实你问我要唔要拆呢，我是说一定要的，因为它有一张可以拆回来的平民卡，还可以免费满等满技和满这个潜能解放的一张卡，是坚密技的平民卡来说，即是你说它
唔平民嚟講，呢個要俾人黑熟，唔緊要嘅啦。我覺得其實都冇問題。咁樣好似可以解一解。驚唔驚出唔到別墅呢個位？咁佢擋咗危險。我想識就係落梯啦，即係我想打得安全啲，係啊。OK， 我以為我想打得安全啲，係真係想打安全啲。因為咁講翻就唔通追下流線啦，係我係覺得哇，真係咁痛啊，大佬！我已經吃了龍了，是不是龍啊？看看不趕著，看看我，沒事，對了，因為我的被動，我隻果汁拿的被動技是，咦？不犯出來，會不會打劍面道？這個就是不犯乜技的地方，我之所以打不犯就是因為它可以回滿血。因為我知打技能技是無視呢個屬性傷害啦，咁我必殺打落去咧，係唔會俾佢有黑屬嘅作用，即係唔會減少到佢攻擊，一樣很痛。哇，好爽啊！正，哇，連擊，連擊必殺，係咪真事啊？好恐怖啊，大佬！好，最後一隻。唉，那是我講回人工 JR 了，現在還沒說，應該說是現在說，那我就覺得一定要拆的，因為其實它是很屈機啦，講了很多次了，因為重要的東西是要講兩次的，其實我不止講了兩次，我是覺得一定要拆的，因為它第一啦，即係皮文卡可以免費滿等、滿技、滿潛能解放。咁點解我大隻？我而家大咗嗰只咧係廢啲嗰只咧，即係未 DK 嗰只，係因為空間唔夠啦。係啦，因為係完全唔夠空間。咁我而家其實，咦？佢會倒數喎，倒數係出咩啊？出別啊？因為我真係冇打過，所以我真係唔想理。做倒數嚟做乜？從來唔理嘅。都係因為我唔夠對空間。其實我隻杜拉格斯，即係支隊其實要有元氣劍杜拉格斯係好重要嘅，因為好屈機啦，其實係一定要，但係我就冇啦。如果有的話我都要是極度的，哇，會心啊，我那隻會心啊，再加閃避屈技啊，冇得彈，咁就扣佢三項，就隻哇佢出邊唔會打輸人嘛，四萬打唔死吹鼻啊！連擊必殺，瞓咗佢。哇！佢會點噶？哇！佢速度一咯喎，一咁又點啫？唔俾你出，食鬼吹啊！最衰冇元氣劍到啦，亞視，因為成隊嘢就喺升華。只等我啲空間夠咧，我會再拍多段係解釋一下空追亞洛係佢點解會咁屈機咧？係啦，其實而家講定先都得噶啦，因為佢被動技係有得加呢個必殺啦，加80%，好彩嘅80%係40%，然後就高確率加多40%，
同埋可以減人哋防御，係咪？減人哋攻擊，減人哋防御，我唔記得咗啊！有講，佢而家倒數完，佢係冇出別噶，會唔會食多隻鬼啊？咦，唔可以食，係喎，因為我上一晚食咗，唔可以食同樣嘢。咁我其實我都係亂咁食，我始終都係初見啊，我真係亂咁打啊，基本上。即係其實我係想試下完全毫無準備之下用暴力去剪過呢樣嘢，超殘酷係。呢個位佢倒數完係冇出技，咁佢倒數嚟託，點解佢嚇佢倒數又未用？我唔知喎。頂，最多唔食道具啦，呢個道具可以唔食噶。哼，鎖咗。心搞掂，輕鬆咁咪打完咗啦。咁我遲啲等我有呢、這個即係我等我對悟空街滿夠位擺悟空 JR， 我就會示範佢嘅威力啦。咁佢係屈機免費滿等滿技滿潛能解放，係屈機嘅。對入邊同嘅阿北基文卡嚟講，真係一定唔差。同埋佢最吸引我嘅地方咧，其實我之前有冇講過？我再講多次啦，就係佢100% 咧。你見到頭先攞石啦，咁就真係初見嚟嘅。咁100%即係佢潛能解放到100%，有得免費攞一隻老界王，係啦。所以我係會打嘅。我而家就因為佢20几号先完啦，所以我慢慢打。咁而家打都唔急嘅，因為我而家嗰隻係50% 呢個潛能解放啦，跟住5技係啦，咁唔使急嘅，等我升爆咗之後咧，再拍俾大家睇佢威力。咁你可以見到我哋之屬嘅葛之達啦，必殺係痛到乜咁嘅，係真係好痛嘅。咁我就完全係用暴力去剪過呢一隻咁嘅天使悟空啦。咁你問輕唔輕鬆鬆咧？即係問到輕唔輕鬆？咁初見嚟講咧，我打成咁咧，其實都輕鬆嘅，真心。咁好啦，今集就去到呢度，好啦，拜拜。